啟德柏維森今日第一次賣樓，推售198間，探日接票就收了5150票，即是認購25倍。今日去貨的走勢和我預估的差不多，都是三房先賣斷貨，其次就海景兩房，再其次就一房。一房的人買下來最主要作為一個投資用途，因為300多萬去到400多萬，相對來說幾划算的。總數就賣了177間，剩低的單位一就是望花西北，望花 MQ 都有少少海景嘅，一就是向花後面望花啟德空中花園，剩低啲貨可以即場簽，車價最平就16000多，中高低層都有，全部都是兩房。如果16000多買呢個位置 OK 嘅，以現時嘅市況，柏維森第一輪嘅銷售成績算係 OK， 相信發展商會陸續加推。至於海景房，我相信發展商會有微調，加1-3% 左右。至於詳細情形就等發展商公布消息。今日嘅時間就咁多，我係劉奕斯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